创意理财，尽在运通。投资们大家好，欢迎准时收看今天的稳操胜券节目哈。那其实昨天的一个大盘啊，融资啊已经减少了27亿哦。那今天的一个加权指数啊，虽然说哦这个盘中啊有跌破16000点哈，但是尾盘的部分啊有所谓的多方啊反抗啊。其实这个大盘呢、啊、经过了三个礼拜的一个修正啊，这个地方很容易啊哦这个就是低档背离的。啊，很多的股票啊，它都会出现所谓的技术性的一个反弹哈，但是有一些反弹的股票哦，你就是要站在所谓的卖方啊，比如说 AI 概念股里面很多的股票啊，你等一下要稍微的要注意一下，有反弹的话要站在卖方，因为空方走势的话，对于这个 AI 概念股啊，目前为止啊没有任何的一个改变哈。那现在的一个大盘今天出现什么啊破低。好，拉尾盘，好，目前为止的话，从这个地方高点修正到今天，加权指数来到15978点哈，其实这个地方下跌了多少？850点，好，850点的行情里面，未来进入到超跌段，进入到超跌段，有很多的股票就会跟之前一样，哦，这个破底之后啊，震荡整理。好，就会形成下一波的一个大涨哈。那这边的话，其实也是一样哈。那新台币目前为止的话，还是持续的贬值啊。所以说，外资的话还是会连续的站在卖超了哈。那卖到今天大概已经超过了13个交易日，好，13个交易日啊。那当然未来外资回补的力道会更强啊，因为咋个也混啊，他几乎卖了1500亿。那行情如果说进入到现在11月的话。我认为未来只会越来越好，啊，不会越来越差了哈。但是现在很多的一些分析师啊，觉得哈很奇怪，啊，之前做多的，啊，他都把自己测标的股票都测光光了，啊，都测光光了，啊，我认为这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做法啦。像如果说你看好股票，你就把它打在测标嘛，啊，让大家来验证嘛。你看严老师的股票在这一波下跌里面，啊，几乎都创波段新高。啊，几乎都可以赚得到钱，啊，这个就是说你可以去做出个比较，好，比较哈。那当然我们个性上面不希望跟人家什么做个比较了哈。但是投资人会对于这个分析师可能会比较一下啊，这个老师比较好，啊，这个老师比较准，啊，这个老师讲盘比较中性，好，我相信你自己都可以参考一下了哈。但是这个股票我还是要强调哈，它是有买有卖。好，股票不是拿来表演的，啊，股票绝对不是拿来表演的啊！今天涨了就拿上来讲啊，明天跌了就不讲。好，这种做法上面其实都要本身的去做出个修正了哈。那行情进入到这边了，我的策标跟你讲啊，进入到超跌段，未来的行情会很大很大，啊，财富也即将重新再分配，啊，你就要好好的把握啊这一次转折。最好的一个机会哈，哎，行情从10月18号，我在节目里面我就跟大家讲哈，股票是有买有卖的，啊，这边都可以先行做调节，啊，18号我们调节了3档股票，啊，行情再来到26号，我们一样嘛，啊，虽然说大盘在跌啊，我们股票还是赚钱啊，还是赚钱，好，所以说有买有卖，啊。那未来大盘呢、啊？这个落底之后，我们会看得非常精准，我们再进场布局。我不会说像有些分析师跟你讲，每天买，每天买，反正拉回就是买点哈、哦，讲话讲得很顺啊，很顺口啊，都不会啊、哦，这个打结啊。好，那我想请问大家，这个行情一共跌了几天啊？来，应该超过多少啊？3礼拜啊，对不对？3礼拜剩20天后啊啦，剩20天了，你每天买，你可以买吗？你在骗疯子是不是？你在骗呆子是不是？每天买，这个地方我还不敢让你买，还要进入到超跌段我才会带你买嘛。之前我都是带你卖啊，你没有看到吗？卖啊，卖啊，而且都赚钱啊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这个才是操作。
一个所谓的实战经验的一个表现哈。那我今天再度的跟大家讲哈，未来的行情里面，老师这张字卡很重要，危机入市。你不只要危机入市，而且你又要重压，因为未来有大利润。好，我今天跟大家示范一下好不好？严老师，今天我们的普通会员，我们布局了一档底部开始起涨的，啊，这张股票的话，未来会跟大家公开验证。不过今天我要把这个喜悦啊分享给严老师的会员哈，只要你在看电视节目的，你是严老师会员的哈，最低级的会员叫做普通会员，你今天早上9:14，你有收到一通简讯，你们手中这档股票二结尾的，啊，底部开始起涨，亮灯涨停板，亮灯涨停板。今天礼拜三，严老师祝大家周三愉快，好，对不对？我要卖，我绝对会通知。买股票一定要买底部起涨的，买底喷一定要重压。这档股票我们不是说为了一根涨停板而来的，我们未来我们希望它出现很多很多的涨停板。那这通简讯其实你在严老师的 LINE 里面应该都找得到，啊，早上9:14亮灯涨停板，我们会用最快的时间就直接通知你。为什么要通知你？我要跟你验证，我们的操作是真实操作，我们的操作一定有我们的逻辑，应该都是底部进场突破早买点的哈。那这张股票也是我们手中会员有的哈，今天开盘价，啊，开的也不是很高啦，110啊，110块钱哈。我叫我的会员站在买方啊，是不是？直接就亮灯涨停板了。我会讲的股票就是我们会员手中有的，无A啦。某 A 哈，我们不会去讲啊。你讲别人的股票，我跟你讲哦，会员会抗议啊。我先讲，我的会员真的人数很多，啊，他们都在看电视啊，啊，他们不希望看到一个没有诚信的，每天在上面，对不对？用表演的方式在收会员的，啊，这个就是我们会员手中有的股票嘛。我们普通会员今天早上一定有收到简讯嘛，没有错吧？好，那现在投资人大概分作两类啊，第一类手中有套牢股票的哈，比如说了哈，这最近套牢最多的就是像这种啊 AI 概念股，对不对？啊，跌无可跌了吗？从380跌到220，你财产都跌光了，你们老师还跟你讲这边不会跌，因为量缩不会跌，跌死你啊，不会跌，啊，不会跌，再讲啊，不会跌。这只呢，你老师有没有做？诚实一点啊！来，这个啦，你老师哦，大力喊多，大力喊多，一直喊，一直喊，尤其是这档股票，你真的会把人家害死啊！害死人家，懂不懂？会有业障，停损就好了嘛。你现在变成说，你们老师又不敢讲了，然后这些投资人哦，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我想请问大家哈，你手中买了一档 AI 的股票，比如说你买了技嘉、伟创了哈，买了英业达、光宝科了，你不管买哪一档股票，应该最少损失都是20%以上。较衰小的啊，较倒霉啦，30%应该有啦。我想请问你哦，你工作上面的话，可以把这些损失赚回来吗？不可能嘛。哦，但是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啊，不见得帮得到你啊，但是可以让你减少损失啊。你现在应该逢反弹要卖出去，这是第一步。第二步，大盘现在进入到超跌段，你也不用急着出手，看准了以后你再进场。好，一档股票赚个10%、15%，慢慢的把它赚回来。我没有跟你讲说什么很快速度可以赚回来，对不对？啊，对不对？每天都有飙股啊，不见得哦。我跟你讲，你慢慢的转换，因为台面上面的话，未来会出现很多新的标股，啊，比如说8086的宏杰科，对不对？2天2根涨停板嘛，这个短线上面你可以先做，啊，短线上面可以先做嘛，啊，对，3105的稳茂，那也是底部开始起涨了嘛，是不是？啊，有亏转盈的一个题材嘛，这种股票其实你短线上面都可以先行做价差啦哈。那大盘呢，进入到这边的话，我跟你讲哈，还会震荡洗盘，
还会震荡洗盘，因为没有出现多方讯号。出现多方讯号，筹码面就会跟昨天一样，融资要大减。好，昨天融资大减27亿啊，未来融资还会再减少的话，这个地方就会出现多方的讯号。多方讯号有三点哈，第一个均线黄金交叉，第二个出现所谓的凹动量，第三个重要的全指股止跌反弹了啊，都会出现所谓的关键性的讯号。所以说老师的节目啊，推背图啊，量价结构筹码，你要每天准时收看。好，那行情跌到这个地方了，老师必须要告诉大家，未来机会快要出现了哦。好，你要把钱准备好，钱就是你的钓竿，啊，钓竿就是你的钱。Little money， 你这个鱼啊，你钓不上来，对吧？啊，所以说有些股票该卖的、该调节的哈，啊，自己能够处理的就自己处理啦。真的不能够处理的话，可以扫描 QR code 啦，来问我。我今天的话应该会很忙，昨天就很忙啦。昨天就很忙啦，今天会更忙啊，因为哦还有很多的股票都要问严老师哈。那生技类股有没有机会？当然有，我直接回答你，有，看你怎么做啊。比如说像升华科，你这个地方你看到的讯号是什么？如果你看法跟我一样，那你会进场啊。那这一根停摆就是白捡的嘛，因为你买了之后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还在看的同时啊，第二天就直接跳空了嘛，啊，你拉回再敢进场的，对不对？啊，你又开始赚了嘛，啊，一直到今天啊，对，哎，这个地方有人在卖哦，是不是？好，我认为要站在买方啊，对吧？啊，升华科老师你有没有？我有，你有看过哪个老师这么诚实的告诉你？哇呜啦，哇底加啦。啊！但是投资人，你看电视仅供参考，不要每一次看到老师的股票，升华科也好，看到任何一只也好，啊，只要是创新高的，对吧？你都有兴趣，千万不要哈。我们的操作逻辑很简单哈，你在底部没有重压的，你现在看到节目，你千万不要买，好不好？啊，我认为这个地方可能会震荡，啊，趋势的话还是往上走啊。你买到升华科，你可以赚钱吗？当然可以啊！今天的基亚有没有再创波段新高？来，有没有？来，最高价多少？来，55.6。来，你随便卖，你都赚钱。昨天亮灯涨停板，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任何一个价位你去卖掉，我就恭喜你。只要你是严老师的会员，几级会员？三级会员。啊，基亚要不要买？要。基亚要不要买？要。基亚要不要续报？啊，我认为要哦。啊，我先说明一下哦，三级会员哦。哎，这边有特别会员，有尊荣会员，有清代会员。简讯好你看啦，来，是不是三级会员？尊荣、特别、清代，这是10月30号的基亚，这是31号的基亚。30号跟31号有哪边不一样？老师都是涨停板的，它叫做连续第一支，连续第二支，连续涨停板，知道不？我这样讲你懂意思吧？啊，对不对？有涨停哦，不是没有涨停哦。会员有没有？三级会员都有哈，随便卖你都赚钱啊。当然有人说老师你的股票很飙啊，在 LINE 里面问。我说：“请问是哪一只啊？”啊，他说是这一只啊。他说：“老师啊，这个哈、哦、快要关紧闭，快要出来了哦。这种股票能不能爆？”我认为可以啦，哦，我认为可以啊。你认为不行的话，你就卖掉嘛，卖掉你也是赚嘛。重点是什么？重点是8月17号，对不对？老师有没有告诉你拉回快上车？大户中实户最爱。啊，不是想反败为胜吗？一支就好啊，一支就好啊啦，免买遐侪支啦，一倍、两倍、三倍，完全达标。今天啊，又大涨7%，你看到没有？啊，老师未来会不会喷？我不知道，你慢慢看啊。反正哦，最近哦，对不对？好像关紧闭就要出来了，是不是？我认为还会喷哦。你们认为不会喷，就是说它涨太多了。我听你在讲，啊，有人也说老师这个前顶涨太多了，
不会啊，潜艇怎么会涨太多？是你没有买吧？还是你中途卖掉了哦？我跟你讲，底部一定要重压啦，你真的你不重压哦，很可惜啊，这个还没有涨完啊。我今天跟你讲还没有涨完，你绝对不会相信啊。哎，就像昨天嘛，对不对？这个原钢打到跌停板了、啊，原钢昨天打到跌停板，没有人敢讲哦，很奇怪哦。我们的投顾业哦，老师的股票只要打到跌停板，就没有人敢讲。我昨天怎么跟你讲？我昨天跟你讲哇呜啦，啊哇呜啦，呜就是呜，无就是无啦，有无？来第二波攻击啊，涨停板，涨停板。老师，你现在还在不在？我在。啊，没有一个老师尬死比我较好啦，没有一个老师尬死比我还要好啦。啊，你要注意安国，我先讲哦。这个让股票我也讲很久了、哦，啊，大家讲到这边就不敢讲了，对不对？我来讲。啊，你不敢讲，我来讲啦，一根呐、啊，两根呐、啊，啊，三根呐、啊，啊，未来会不会有第四根、第五根？我跟你写在这边好了吧，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眼睛要擦亮一点哈，跟那个老师哦，要 gas， 要 sense 啦，没有那个 gas， 没有那个 sense， 我跟你讲哦，你要赚钱哦，很困难的哈。那今天要恭喜哈，我们一档被动元件亮灯涨停板，我们的基亚今天再创波段新高，升华科啊，今天也是再创波段新高，对不对？元钢目前为止持续赚，好，我们的股票跟大盘哦关联性不大，好不好？那今天开放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机会哈，大盘修正了850点，到这边已经进入到超跌段了哈。我今天20条专线全部开放，你如果要反败为胜，想要预约下一档的标股，你今天电话直接拨通就可以了，就那么简单呐、啊。先赚再说，但是一定要完成登记，有登记的就有，没有登记就没有哈。未来大盘会呈现报复性的一个上涨。请大家要提早布局，你今天电话记得要拨通完成登记哈。那昨天是月底对不对？好，有投资人反映老师能不能再一天？好，就是今天哦，今天过了就没有哈。来，月底结账，今天就算你月底结账。好，今天打电话进来的人让你满意，通通都可以会让你满意，好不好？今天机会难得，月底结账最后一次了哈。好好把握，电话直接拨，让你会很满意，很满意。打电话进广告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《股动乾坤》。轮源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你对吧？你都无用哦。现在吼，天狗咧当咧流行啊，你洗一挂吼，积水的容器啊，安尼唔则袂雾蚊啊，啊想讲恁老感情啊。啊，是要哪做哩？顺道清路，爱定定顺时吼，咱厝内厝外迄容器较低的所在吼，海水清清的，倒掉迄积水，搁倒卡无。储水容器爱加抗过，清除吼无必要的容器，爱分类回收。上重要的吼，把迄容器内边吼，甲露露的清除吼，蚊仔的卵。厝内厝外呐，变清气吼，蚊仔就无地味啦。安尼唔则袂传染哦，迄天狗咧。气候天狗咧，大家。
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哈。那最近啊，很多的投资人啊打电话到严老师公司来啊，跟严老师在聊天哦。那我问了一个问题啊，我说你们为什么会去买 AI？ 哦，大概原因有两个啦。哦，第一个报章媒体杂志啊，哦，几乎啊这个铺天盖地啊都说很好，包含有一些啊啊看短白这个分析师啊，知名的分析师也很好，讲的斩钉截铁啊，啊气吞山河啊。啊，举出了很多的案例，告诉你啊 ，AI 概念股我带你去睡公园啊，啊，结果一票一大票啊，啊，如潮水般涌来啊，对不对？大家输的真的是啊，对不对 ？AI 啊，啊，吴亚喜，对不对？就跟之前两年前一样嘛，疫情很严重啊，老师带你去放空啊，公园里面人满为患啊，这是第一个啊，大家受那个舆论啊影响。自己的判断力，第二个是什么啊？他看那个老师节目啊，哎，这个讲 AI， 哎，这个也讲 AI， 哇，那个也讲 AI， 对不对？哇，开始讲了技嘉、伟创啊、业达、光宝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他算一算，哎，有这么多人在讲啊，哇，那稳了，对啊，加稳啊，对啊，台面上面几百分析师啊，几乎啊60%、70%都在讲，哦，他是以人数啊做怎样做决定啊。哦，他认为说人多的地方应该，啊，对不对？不错嘛。结果真的是输得很惨啊。这个就跟之前那个什么航运类股一样嘛，长荣航、阳明，对不对？一模一样啊。反正呢，啊，这个台股哦，对，会受到这个网路啊影响啊，这个广告这个铺天盖地啊。我为什么会秀这张字卡？我为什么会告诉你，你不要再当起风者？人家起风了，你也跟着起风，你是小白小菜，你是被收割的，啊！回到这边，回到这边，你要做孤勇者。股票市场里面，孤独勇敢代表勇者无惧，孤独勇敢才能够反败为胜。我这边跟你讲再多，你都没有用，你只在担心我的 AI 该怎么办。如果我卖掉之后的话，哇，我亏损很大。如果说你的思维是停在这边的话，那你就慢慢就去想，我们已经啊要去买未来会大涨的股票，啊，潜艇涨完了，我跟你讲，潜艇的接班人叫立台嘛，对不对？这只鸡对不对？哈，妈跟一只上高的嘛，我就跟一只啊，立台，啊，创新高的股票应该都赚得到钱呐，啊，我们有做哦，先讲哦，我们是单股会员在操作哦。秀个简讯给你看，这个叫做铁一般的事证明啊啊，羽绒创新高，铁一般的事实啊，按照简讯操作都赚钱，是不是啊？金豪科啊，低论的我们就先布局嘛，是不是啊？小型股能不能做？可以啊，要买在起涨点啊，要买在起涨点，恭喜你啊，应该随便卖都赚钱啊。你未来的操作你要想清楚啊！你现在的话，第一个你资金啊，你卖掉的股票，你现在也不要动作啊，先把资金准备好，好看准了以后再出手，不是现在马上出手，你现在马上出手没有用嘛？严老师不会跟你喊口号啦，啊，拉回早买点啦，是不是？你有看过我这样子每天跟你在那边勾紧牙工拉回早买点吗？不需要，看准了以后再出手。严老师这次看得准不准？我跟你验证，这一档股票底部起涨，未来你慢慢的看，你拭目以待，好不好？今天先恭喜我们的普通会员啊，好不好？简讯保密啊。今天的话最后一天啊，哦，有人还在很怀念老师这个很加胖呢，加胖加胖的呢，我没有遇过这么胖的，今天又给你胖一天啦，好不好？好。月就算今天月底好了，月底结账，今天投资人通通都可以，严老师买单呐，啊，内塞呗，可以的哈。未来会有报复性的上涨，赶快布局啊！今天电话拨通啊，先完成登记，下一档标股电话拨通直接登记，严老师亲自带你进场哈。月底结账再延一天，就今天一定要好好把握。
下一档标股，今天把电话拨通，拨通，我亲自带你进场，就限今天，我们明天见。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。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。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，动不动就爱水蛮牛。轮名投顾严分析师擅长基本面研究，资历完整，拥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，历经多次万点与空头，积极拜访公司，透视基本面，带领会员领先布局，透析大盘结构，掌握台股走势，产业深度研究，前景洞烛先机，严格风险控管，带进保证带出，集中火力，快速累积绩效，灵活攻守，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良师益友。就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，帮您确实下好每步棋，长期布局投资战略，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。洞悉盘势，策略选股，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。赢家专线02-2321-9933，2321-9933。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，股市名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，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动乾坤。想送就送，当自己的老板说的都蛮好听。哦，公公多啊，别怪提供费啊，还骗我说试用期没有劳保，要我提自愿离职，连自遣费也不想给我，单倍说砍就砍啊。上法院的话，我又没什么钱，担心拖很久啊。